欢迎收看《代志我大条》，我是杨淑晴。这礼拜做伙来关心身心障碍运动的议题。今年2020东京拍运，让大众看到台湾身心障碍选手的运动实力。台中市立启明学校在民国87年成立田径社，也培育出真侪国手。但是为基础培训到正做国手的过程，需要偌侪心血？政府提供的资源够齐全？来看专题报道。这是台中启明学校的田径社，18个基础训练，让身心障碍学生有运动的机会，也当发掘有潜力的选手。目前正在加强练习的吴怡蓉、徐泉佑、黄义平三个人，年底也要代表台湾参加在巴黎举办的2021亚洲帕拉青年运动会。咱咧去，咱是推铅球，唔是丢铅球。OK。可以，你看有留咧，身躯有留咧，我差足多。精准下令，调整动作。伊是台中启明学校田径社的教练张福生，带队将近30冬，也伫遮训练出侪侪高手，亲像田径选手杨传辉、刘雅婷、柔道选手李凯林等等。但是，拄开始的基础训练是上困难的。国家干来看到面顶上面顶的，你有可能提升一个囡仔，你基基层你打几摆，你运动。运动衫裤啦，啊，迄个运动鞋啦，顶下个，大项拢是消耗品啦。啊，加一般咱遮残障个囡仔，伊个家境拢无好，咱无可能阁会负担遮啊。啊，所以讲，阮着爱较早拢是早期拢是我咧出钱。培育运动选手，一年基本开销10多万走袂去。杨福生讲，咱毋是无人才，只是运动个诱因长得发，煞无把握个资源灌溉。毋是干呐残障，正常人嘛共款。因为每一个选手伫养成无简单，啊，养成上开钱啊！你等到伊到有一个程度了后，讲实在，伊嘛免你支援啊。阮即几年一直要争取做基层训练站，都争取袂来啊。然后即个基层的训练站，伊每年都固定有经费啊，咱都有法度用这个经费来训练这个囡仔，互这个囡仔装备啊。目前来说，当然是说我们主要是还是要全民支持竞技来推展全民的部分。那当然是说，我们还没有说要做到这么像奥运的这样子的基层训练站的这种层 的方式来处理。但是我们就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有一些有机会的选手，我们都会请协会来提报过来，来做一些训练。体育署表示，2009年有启动选手计划，提供选手专案训练，但是针对基层选手的训练，并无固定的资源。亲像张福生教练早期家己存钱，目前有民间赞助，若阁望无资源，学生毕业了后为着生活不得已，可能就爱放弃运动。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中台北采访报道。2020东京拍运，台湾头摆有电视转播，民众的关注增加不少。其实台湾代表团早在1992年就开始参加拍运。英国也拢有提牌的好成绩，不过同款代表国家比赛，拍运选手却是用无公平、无平等的资源参制度代表国家参加比赛，争取成绩。今日店内满满的运动奖牌，这是今年拍运的奖旗杆杨传辉的领领点。杨传辉国校啊开始练田径，唔呐摕过国际赛走100公尺金牌，目前也是男子 T11级跳远的亚洲纪录保持人。过去参加比赛，其实定定是训练兼练练。国家一讲，进前伫2000即摆的疫情之进前，阮亚运含奥运的集训费，一个一班的集训费单有3个月尔，所以平均一工400块，我感觉足困难的。平常的生活费就是爱家己赚啊，所以最后我还想讲，咱会使一边训练啊，一边做工课，安尼会使补一寡生活费的补贴。那练习那赚收费是目前大部分身心障碍运动员拢会遇到的问题。
定参加国际赛的台中身心障碍体育总会桌球主委林文信，也来分享邻近国家对身心障碍运动的重视。像泰国，泰国因桌球的国家队，因的政府有固定给因训练，有固定给因，给因一个月俸，给因生活无这个后顾之忧。啊，选手用伊全心全意来去练。除了烦恼生活，其实若有比赛要集训的时阵，场地也着四界悄悄。平常阮就是爱对静宜大厦坐两点外钟的公车去到台湾体大，啊，去遐训练两点钟了，还佫坐两点钟的车回来。其实资源上，感觉真正足少的。其实我全忙要坐公车的。路上其实嘛会拄到一寡困难啊。也毋过选手足侪啦，无可能伫比如台中下设一个中心嘛。那台北的选手可能说哦我好累，我要跑到台中去。那高雄也是一样啊。当然这样子有比较不大可能啊。你上届无讲有一个场地，互因家己有法度伫个袂去甲人有牵拉的情形啊，安全咧运动。咱若无一个专属的场地啊，因为讲来讲就是无支持啦。张福生表示，台湾不是无人才，是无制度，政府无重视，民众无关心是上悲哀的。尤其拍运选手用同款强度的训练，有诶选手的程度并无输一般选手。台湾的政府嘛讲，阮是离进前啊，拢讲阮是一般就是福建的运动啊，啊，但是其实离。二零十六年的时阵，奥运的1500公尺的选手金牌，佮走比后来拍运比赛的阮目睭无看的这级的1500公尺，阮前四名佮走比迄摆的奥运金牌较紧啊。我比希望说，我们的选手能这么高水准的竞技水准，可以参加奥运，这是我也是很期盼的。奥运参奥运属于同等级的国际比赛，拢是专业竞技水准。但是奥运的主管授权制度刷甲奥运未得比，政府唔知是用虾米态度，唔望身心障碍选手在无公平、无平等的主管加环境下摕到好成绩。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中台北采访报道。为了提升台湾身心障碍者的运动风气，体育署最近几冬推动爱运动、动物界的计划，望增加运动机会。但现有的国民运动中心对身心障碍者的友善程度敢有够？身障运动是体育，也是社福。透过镜头，做伙关心身障朋友的运动平权。打球、健身，拢是不少人喜欢的运动。一般人想要运动，唔呐选择多，也真利便。但若是身心障碍者想要运动，有啥物选择嘞？就我们对于身心障碍者参与运动这部分哦，我们有运动在台湾的计划哦，我们会办理每年超过400项的那个身心障碍的活动，也高达超过200000人次的身心障碍者会参与。全台湾身心障碍人口大约120万人。头一个专属身障的体育总会，台中身心障碍体育总会所做的调查显示，台中每1000位身障者，只有7-8个参加运动。尤其一开始，因被认定是社福团体，办比赛模式也真不同款。其实，在身心障碍运动啊，在我们自己真正办台中市的身障运动会之前，都是联谊性活动为主，就连现在的很多新北办的、台北办的他们的身障运动比赛，都还是以嘉年华的模式进行。社福觉得我们就是运动，运动觉得我们应该是社福，但我们后来有把它区分的比较明确一点，就是哦，我们有竞技的这一块，那我们也有做了很多一般的全民运动的推动。对，那全民运动的推动就可以比较多跟社福来做结合。一方面建立竞技型的集合运动会概念，一方面推动全民运动。这几冬体育署要要求地方政府规划国民运动中心的时阵，爱顾虑身心障碍者的运动权益。比如阮顶遐有一个通道会当让轮椅啊，佮无方便的人会当直接行，啊，佮有一个坡道会当直接落安尼，射击场是较特殊个啦，啊，不过而且阮遮是予身心障碍专门使用的一个射击的场地安尼。
通用的硬体设施豆豆啊增加，体育署也以专案方式推广运动。但实际上，大环境对身障朋友的运动敢有利便？有时候选手遇到状况，就是他可能进到某个场馆，然后他进不去，或是哦场馆的方对他有一些不友善的行为，这些我们会来协助做沟通。很有趣，我们就是声音障碍证明里面，他就会写说哦，你可以获得你可以有陪同者一名。但是有时候场馆他就会看到这个，就说那你不行，你一定要有陪同人才可以进场。对，他就会用这样子来做定义，但其实法规的规定不是这样子，没有不是这样子的连接。陈美静表示，虽然这几冬风气有在改变，但是大众对障碍这件代志的理解也是不够。服务人员的态度、教练的养成、一般民众的观念等等，拢需要全民参与和关心，才会当好友善环境，运动平凡的路愈行愈开阔。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中台北采访报道。美国今年甲所有诶咱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手甲正式诶奥林匹克运动会即个选手列入同等级，安尼伫即个民主诶社会，才有达到即个平等。欢迎回来，代志挂大条。今年的拍文甲过去真无共款，嘛有教练讲过，较早因出去比赛根本无人知影。今年九月，行政院长甲总统接见东京拍文选手的时阵，嘛承诺对新疆运动的支持甲推广会愈来愈侪。不过台湾敢真正有互新疆选手基本的尊重、平等的对待？今日的来宾是1996年亚特兰大夺得金牌的选手，欢迎李清中教练。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夺得选手李清中。今日真正非常欢喜邀请到咱的清中教练，咱李清中是头一位台湾头一位摕到金牌的选手。咱请阿中教练甲咱分享当初去参加比赛的状况。当作是伫即个1996年啊，迄个算迄届我头一届比即、這个。世界这个参奖的这个奥运，历史是对1948年咱的第二届世界的大战，战争了后，所以引起真侪这个军人啊、神父的一挂迄个肢体，啊，佮有这个目睭，身体真侪方面的无方便。啊，经过咱这个医学的这个复健了后，已经佮一阶段，但是这个在这個。医生啊，感觉这个福建应该利用运动。1948年迄届开始的，在这边外口办一个这个全世界前段的这个参奖运动会，开始了对这个咱的即卖的拍奥的起源开始。但是咱目前伫我以前比赛迄、那個。摕金牌进前，一直甲摕金牌以后，咱国内真侪百姓唔知虾米叫即个拍奥，唔知是虾米叫残奥。教练，所以当初去参加比赛时阵，可能国内嘛唔知咱有国家选手去参加即个比赛。要出国进前，咱为着即个即比赛即个预备啊，咱当作是个迄个牧民族会长，嘛是即嘛咱。参奖总会会长，一首歌募款啊，办一寡活动，所以迄阵真辛苦，政府补助也少，即个一段时间有无着即个经费，啊，才有顺利成型，我去参加即个美国的即个一届跑比赛。尤其咱的教练其实是金牌教练，伊带出来选手嘛，袂歹成绩哦。历史以来啊，我已经有差不多30几年，但是正式伫奥林匹克是对1991年1月1日开始啊。迄阵来遮的时阵，阮即卖囡仔已经拢30几岁啊。较早全中分，国内真侪全国迄个中小学运动会啊，柔道甲格力，啊，甲咱即个全国的即个柔道比赛啊，目前拢伫前三名。尤其今年即个东京奥运啊，即、這个杨伟甲即个东京跑运的即个李凯琳，杨伟是摕到60公斤的第二名，
李凯琳是摕到48公斤，咱个市长罗道的48公斤的第五名。我这成绩应该是讲算袂歹啊，真好。伫全世界排名拢排头前个，就对。尤其咱不管是咱二文选手，还是拍文选手，同款拢是伫即个场地训练出来嘛，拢是咱个阿中教练训练出来。所以一般人可能会较无了解，讲身心障碍运动选手甲一般选手因个训练强度敢有啥物差别？伫阮即个市长柔道甲一般柔道吼，即训练个强度是无差别，但是。讲起来，视障的柔道较无啊好训练。因为伊这个占手这方面算爱扭咧按，所以这方面加这个正常的这个柔道，可能这方面差别真大。咱的视障柔道，伊迄个除了技术之外，伊这个，算咱的平衡感、稳定性，还佫有。真侪技术嘛是拢爱甲正常诶同款，安尼竞争，甚至有法度追随咱国际诶脚步。所以伫训练方面，可能就是即个柔道方面诶占手尔，但是其他应该是无差。再来就是讲到咱诶一般大众啊，外口可能会有人讲，啊，着身体无方便啊，哪有可能来运动？教练若听到即款诶讲法，会安怎来回答咧？伫我较早少年时阵。一直到今嘛，我拢伫国内比赛拢参加正常诶所有柔道比赛。但是最近伫新闻报道，即个田巧文即个倒球，即个咱诶身障诶即个优秀诶选手即件代志，我家己心内感觉，即是咱社会即个教育问题。即次伊参加到即个倒球诶比赛，迄即个是即个裁判哦。算无意中去讲到一句话，啊，可能无意中来讲一句话去伤到这个身障这个选手，所以这社会所谓福利甲咧，咱的互相包容、互相尊重，这是我希望咱，尤其咱台湾算民主真进步的国家。所以这应该是伫这个社会这方面会使来这个对。咱个基本个即个观念来改变，我尤其知影个人来，毋知影人讲即个代志，要怎尊重即个身障人士？毋是用同情，毋是用可怜，是来尊重、来包容，大家无方便。虽然讲即几冬风气有豆豆咧改变啊，但是安尼看起来敢若阁无够。啊，若阁讲到像拍文选手甲二文选手啊，其实同款是代表国家出去参加比赛，毋过伊伫训练制度甲奖金毋知有啥物无同款所在。目前以我知影的，即、這个以今年咧东京奥运来讲，因即马选手有配即个防护人员，嘛是有即个专业的即、這个。体能训练师，甲较早比起来，福利真的是 有改变。无伊这个，我感觉这个制度还是有真侪进步的空间。尤其咱即马拍运的选手的零用金，啊，甲这个正常的奥运的这个选手的零用金，还是有差别。所以应该是这个资源是不是愈齐全？对这个选手，在未来这个国际赛的运动表现会更较好。教练，你敢会记得你当初去参加比赛时阵奖金是偌济？我迄届伫美国亚特兰大摕到金牌以后，啊，私底下才知影讲，原来咱这个身心障碍伫台湾完全无制度，所以迄年的奖金是完全无钱，所以，会使讲是算讲，加这块金牌开始咱国内对这个残障运动加正式运动的重视。虽然无奖金，啊，对后壁这个选手的这个福利啊，慢慢来开始
一扇窗，这嘛是袂歹所在。但是这个奖金的制度其实比起来也是阁差真侪哦。像今年新闻一直有咧讲，咱的拍文选手的奖金有提悬，但是其实提悬的只是第一名的。安尼的金额敢真的有够好？咱一个专业的运动选手代表国家去比赛，伊只种种的开销敢有够用？对这个奖励制度啊，以我所知啊，今年这个冬奥啊，咱的金牌是正常的2000万，啊，咱的帕奥，即马金牌是400万，差5倍。但是，甲较早我迄阵无奖金，一直甲提悬有制度，慢慢啊对150万提升甲200，也提升甲400，拢讲起来是真正有政府有咧重视。不过，这个第二名、第三名，一直到第六名，这个奖金包括教练，这个比例实在是有差较侪。美国今年甲所有的咱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手甲正式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选手哦列入同等级，安尼伫这个民主的社会，才有达到这个平等，唔是用同情可怜。是利用这个平等、尊重，啊，这个对待这个运动选手。我感觉这个奖励，咱政府是会使过来，一届比赛以后，做一个修正检讨。咱的培训的制度来讲啊，政府以一直以来，伊敢有甲咱的身心障碍运动员看作是运动选手，还是讲感觉会较像教练讲的较福建，还是鼓励这种同情这种的？这种立场落去看咧。伫这段时间我了解起来，咱这个拍奥，咱政府渐渐有重视，伊是一个竞技这个运动的这个水准啊。不过，我希望伫比赛前甲平常时，咱媒体甲政府爱去重视平常时因这选手，包括因的生活，包括因。这个平常时的这个训练的进行，所以咱也会使用政府个即个企业来鼓励咱来分做，以外看呢分做咱的两等级，一方面是鼓励咱的身心障碍者，哦多走出户外，参与所有的活动，啊第二项是第一这个全国身心障碍者运动会，啊再来是。会展杯各类的一种项目的比赛，来选到这个优秀的运动选手，来进入咱的竞技运动员的这个培育计划。我知影咱即马身心障碍运动者，这个运动会是咱的教育部体育署全民运动组，一般的正式的这个奥运的选手是竞技运动组，所以我感觉应该是像我讲的。有机会使分做两项啦。除了专业的即个运动选手的培养，也佫另外一方面，就是一般咱身心障碍即个运动的风气也爱提升。但是咱目前国内一寡硬体设施，也是讲体育场馆，对身心障碍即个运动感真正有利便。咱的一般的国民运动中心的设施啊，大部分拢无考量在即个考虑到咱的即个身心障碍者。我的建议是。各管是应该用一个专门哦，这身心障碍者运动的所在，分一个没有障碍迄个运动中心，分从事因的专项的运动。啊，目前咱国内在中央这个国家级的训练中心内底，暂时以我所知啊，嘛是无这个设备。甚至有机会，咱的政府会使对这个设备来方面开始来这个增加咱的身心障碍者的这个无障碍空间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机会，卖好咱这个身心障碍者干了行出门了，处处遇到障碍，安尼可能要搁参加这个运动，愈无可能。哎，增加这，所以身心障碍者这个，因为
无障碍空间的设施，甚至后摆像我讲的这个咱的有加竞技等级的这个运动选手，咱的国家训练站会使起一个专门给咱这个身心障碍者从事的这个训练的所在。有影，咱一个身心障碍运动员，也阁有体育并权这条路，嘛真正需要民众真心来支持。今日非常感谢阿中教练来咱的节目中，有机会啊，继续咱来关心咱的所有身障者的运动，谢谢。嘛，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礼拜再会。阮做戏，比如讲，阮九点十点就刷嘛，九点十点刷啊，物件收收的回去。我若有会赴，我就上十二点的；我若袂赴，我就是上一点的。我是相信家的，其只要不是疫情捣乱都可以啊，因为有庙就有戏啊。